大家好，请掀开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十三面经文倒数第二行看起。愿对相报世事受殃，无有断绝，现世不安，速逢灾凶。我们看这一段，上一次把这个经文介绍过了。必须要注意到的，就是果报决定是通三世的。这个事情决定不是迷信，我们一定要清楚，要明了。他对我们这一生的关系太大了，这个稍稍不留意，决定沦落到三途啊！这是比什么都可怕。人在世间光景不多，纵然受一点苦难，也不是一个难事情啊，因为它时间短暂，也就过去了。未来的时间太长，佛在经上常常讲啊，都论劫数算，不是论年月日啊！啊，佛说的话了，句句都是真实话。何苦在这么短暂的时间而不能够忍受？造作恶业带来长劫的苦报。这样的人确确实实愚痴到极处啊！我们能从这个地方醒悟过来，才真正体会到佛恩浩大了，超过父母啊！何况佛也在勉励我们，利用这个短短时间呢，求解脱，求超越，这才是大人物啊！这才是不可思议的大功大德。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，这三途苦报，这果报了。死入地狱，出离人行，当堕畜种，为人屠劫，三途八难，俱已万劫。
一肉供人，未有进食，令生困苦，淡操阴泉。所以造作恶业，不但现世不安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坏事做多了的人，他常常怀有恐惧，身心不安呐，没有安全感呐。那么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头，没有安全感的人太多太多了。大家只是有轻重不同。有的人这种感触轻，有的人这个感触非常严重。果报啊，眼前就看到了。果从哪里来呢？造的因。他做的坏事多了，害的人多了，常常畏惧别人报复，真的是寝食难安。造的恶业少，造的恶业小，也有身心不安之感。比较来得轻，花报、果报呢？死入地狱，这肯定的。处理人刑，这是从地狱上出来，地狱的罪报报满了，离开地狱了，不能得人身呐。多半呢，离开地狱之后啊，进入恶鬼道或者是畜生道。恶鬼道，佛在此地没有说。特别提到畜生道，为什么呢？畜生道要还债呀，就欠命的还命啊，欠钱的还钱呢。所以我们要晓得，一切众生之间呢，说是哪一个吃了某人的亏，没这个事情。这是浅见，某人占了某人便宜，也没这个事情。他有果报的呀。如果我们清净眼开了，法眼开了，看到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，你才晓得这个事情真的是公平呐！佛经上讲的，吃他半斤，将来还他八两。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！当堕畜生呢，为人图劫，这就是还债呀。所以我们想想，人生在世，你吃了多少动物？在堕到畜生道里面之后，也要被别人吃。你这一生吃多少，你将来还多少，不是一次还呢，一次只一条命啊。你吃一百个众生呢，你就要还一百次啊。过去广化法师告诉我，他在没有出家，他是军人，管财务，管军需的，所以用钱方便。他说他那个时候在军中
每一天吃一只鸡，大概干了不少年了。啊，一年给360个众生结冤仇，我不知道他做了多少年。啊，3-5年是肯定有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就从这一点，你欠1000个命债，你在畜生里头要投胎1000次啊，还债呀！啊，我们自己想想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吃多少众生肉？想起来了是寒毛直竖啊，太可怕了！啊，你以为那是好吃的？他是无条件提供给你吃的，没有这个道理啊。古无大德关于这一类的记载，我们现在讲新闻报道啊，典籍里头、笔记小说里头非常之多。啊，一肉供人，未有尽食，没完没了啊！《太上感应篇》里头，文昌帝君殷之文里面一些公案，有一条曹寒渡猪。啊，曹寒是宋朝时候人，这个记载非常详细。曹寒是宋朝时候啊，唐朝时候的。这殷要从唐朝时候说，他在宋朝时候做了一个将军。啊，他的前世的善因国，唐朝时候啊，他是一个做生意的小贩。我记得这个记好像是卖布的，肩膀上扛几匹布啊，到外面去卖的，啊，是个小贩。啊，有一次走到一个寺院，啊，他卸下来休息的时候，听到里面法师讲经，他进去听经，听得很欢喜，啊，把他卖布的那些钱拿出来供僧，啊，就是打一堂斋，现在讲打一堂斋，种了这个善因。到宋朝时候啊，他就做小官，啊，做小官，好几世啊都不是人身，啊，很难得，啊，这一点善根呢。到宋朝时候做了偏将军，这个地位就很高了。那么在他做将军的时候，攻打江州，啊，他是好像是赵匡胤的部下，啊，赵匡胤是宋太祖，开国的时候，啊，攻打江州，江州守城守得非常坚固，啊，所以说很困难的把江州城
打下来了。打下来之后啊，他非常生气，下令屠城。这个罪就重了。屠城滥杀了。那么果报必定是堕地狱。事情怎么发生的呢？刘细云，这是一个大户长者，他的属下，那小户人家替他工作的，养了一条猪，这个猪杀的时候啊，毛一去掉之后啊，身上有曹寒两个字，所以才知道啊，他已经堕在猪胎里面，以肉供人了。这个故事里头，他在这个杀的头一天托梦啊，给这个刘细云，把他自己这个事情向这个刘细云告诉，求刘细云救他一命。刘细云去看杀猪，看杀猪就叫曹寒的名字，一叫的时候他就答应，所以就把这猪买下来了。夜莺果报啊，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了。好像是去年齐居士在此地给我们讲，他的同参道友们呢，也是亲见亲闻的，就在他们山下，说是晚上有五个人匆匆忙忙的赶路，遇到一个拖拉机，就请那个拖拉机的时候送他们。这个开拖拉机的时候是这个乡镇的，他们都认识，都很熟，把这五个人送去了，他敲竹杠，要100块钱，人民币，这五个人给他了，回来之后很高兴，结果把钱拿来一看呢，是纸钱、冥钱，他是被人捉弄了，到第二天天没有亮，去到那个。人家去找这些，找这五个人，把人家门敲开了，说昨天我送了五个客人到你们家，这人家说没有啊，我们昨天晚上从来没有客人来过。他说不对，我送他到你们门口啊，夏天的，他给我的钱是冥钱呢。这个主人一听说冥钱，感觉到很好奇，他说昨天呢，我们家里面好像是狗，是小狗，我们这个老狗生了5个小狗，所以有这样的事情。是啊，你进来看看。他就想了，昨天晚上有一个人，他很清楚，头上戴了个白帽子，这个印象很深，就看那个小狗，有一个一头小狗啊，头上是白毛。他这一看吓呆了，昨天晚上碰到鬼了，拉了5个鬼去投胎去了，这个是近代的事情，那么还有，这真正是孝顺母亲而没有智慧。补血奉养母亲的果报，这在嘉兴浙江
有一个人每一天就抓螃蟹，螃蟹在市场上卖，卖了之后买一点米去供养母亲，母亲晚年的时候生病，生病的时候果报现前，儿子常常抓螃蟹，抓螃蟹用绳子绑螃蟹，他拿绑螃蟹那个绳啊，吞到自己肚子里的去，自己说这造业的钱，不这样子吞呢，他就觉得很难过。好像这种吞的时候，他觉得比较舒服一点。过了几天就死掉了。所以，孝子养亲呢，不能杀生呢。从事于杀生这个行业，就是孝顺母亲，母亲也没有办法得到善报。你说可怕不可怕？那么我们想想，世间人为一时之累，不懂得业因果报啊。不知道这些小动物啊，也是一条命啊！由于我们的愚痴，造作重业，吃了大亏呀！到国报现前的时候，受大苦。他母亲临死的时候受这个苦难，死了之后决定堕三途，还要给许许多多众生结冤仇。我们一个人生在这个世界，为生活不能不选择行业，要慎重选择，绝不能害一切众生，更不能够害人。害人的罪比害这些畜生的罪要加很多倍呀。现在的人都是存了杀盗淫妄之心，非常严重。对别人总是想欺骗别人，敲诈别人，这还得了吗？净干一些损人利己之事。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提醒同学们呢，损人决定害自己，利人才是真正利自己。这个道理现在很少人懂了。果报不可思议，太可怕了。接着说，八难三途俱已万劫。三途八难，三途是讲畜生、恶鬼、地狱。畜生之死大多都要流血，
所以畜生叫血徒啊，不是被人杀了，就是互相残杀了，弱肉强食。啊，现在我这个电视里头常常演这个动物奇观，你们就能看到。啊，这些动物互相残杀。啊，鬼道啊叫刀徒。啊，鬼胆很小。啊，坏事做多了，时时刻刻恐怖，怕有人杀害他。啊，所以称为刀徒啊。地狱是厚土。啊，纵然是寒冰地狱，也有一片火光。啊，佛这个说法，几乎世界上所有宗教讲地狱都有一片火光。所以这三徒就是血徒、刀徒、火徒。啊，这叫三徒啊。果报在三徒。我们不能不想到。今天时间到了啊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